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修行佛道的人，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，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，忍辱，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，否则忍不下来。各位贵宾，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威严大和尚、朱桑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嘉宾，天竺山毗卢寺开山建寺70周年庆典主办慧律大师祈福弘法文仪大会现在开始。赞颂三宝，拜佛愿，是我们今晚掀开序幕的舞蹈，请以热烈掌声欢迎由黄杰宽老师编导的拜愿舞。
谢谢谢谢。跟着下来，我们是要邀请本寺住持慧雄大和尚上台致欢迎词。我们欢迎慧雄大和尚。我们新加坡佛教大家长、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维严大和尚慈悲，来自海内外的诸三长老以及各位护法信众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本寺开山70周年，举办弘法文艺晚会，今天进入第3天，希望通过佛法的蒙熏，我们佛法文化艺术能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喜悦。这两天以及今天第3天，我们大家都聆听慧立大师为我们大家主持的佛学讲座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同感，在幽默当中能够从深入浅处能领悟到佛法的奥妙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期望我们每一个人听了佛法，我们能够领悟到把佛法应用在生活，应用在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社会。这两天晚上慧立大师一直在强调问我，不懂大家对他的讲座有没有受益，你们有没有受益啊？有受益的人举手看，有没有受益？哦，你看差不多大家都举手了，我们再一次的鼓掌哈，我们感谢大师的慈悲。我们学习佛法，主要要从逆境开始。我们不要认为说逆境就是一个大障碍。我们人能付出爱跟占有的爱，是烦恼的根本。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个爱，好，别的宗教是讲爱，我们佛教是超越爱讲的慈悲。所以慈悲没有限量的，当我们一个人能承担别人的烦恼，能够从一个最不好的这个环境，我们大家都能够让给别人，同时我们默默的静静的一直在检讨自己，这个就叫我们在修行增长自己的菩提道。我们一个人发心出钱布施，这个是世间的福田，世间的福田变化无穷。今天你的福报记住了，有福报了，来了，那明天无常变化了。所以我们要从世间的福田进入出世间的福田，我们听经闻法就是在修出世间的福田，增长我们的慈悲，我们学习这个菩提道。
所以我们相信，我期望这次的讲座，我们新加坡的佛教徒以及邻国的佛教徒，我们要把慧律大师所给我们讲的这个佛法，我们要从有界限的观念，这个界限，我们不能把自己包围在一个小小的范围，我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修行要超越。所以我们新加坡佛教总会是领导所有佛教的佛教徒，我们大家有责任有义务，如果我们佛教的盛世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。我们今天如果学佛的人有一个界限，这个是我的，我是什么人，我是在哪一个范围，这些都是违背佛法的理念。所以我们希望新加坡是一个文明开放的国家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进来新加坡弘扬佛法，我们要把佛陀正知正见的精神发扬广大。同时我们更期望所有的信众，我们听了佛法，如慧律大师讲了，我们有般若智慧，没有智慧，那个每一个人讲的，我们要从哪一个方向去走？好，所以最要紧，我们要从般若智慧来领悟佛法。那最后，我代表我们比如是所有这次法会的工委会，感谢慧律大师，我们感谢政府长官，我们也感谢我们新加坡佛教的大家长啊，佛教总会的主席维严法师啊，以及所有你们来参与这个做义工的菩萨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赞助这次法会的功德主，以及所有的法师，还有我们的前头幕后，我们的司仪，我们给他掌声一下，还有我们舞台，谢谢阿弥陀佛，监督我们方百成哈，方百成居士，还有很多所有来自海内外的所有参与这次弘法大会的，我们感谢他们。同时我们也祈愿三宝加持在座各位所有的人，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下来我们是要恭请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维严大和尚上台献词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尊敬的天竺山比如是住持慧雄大和尚，各位大德法师、护法居士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很高兴出席天竺山毗卢寺为庆祝建寺70周年而举行的祈福弘法大会。前两天的法会因为佛总同时举行佛学研讨会，我无缘参与，实在感到有点遗憾。同时也可见佛法在新加坡的兴盛，百花齐放，殊途同归，以不同的法门来度不同根器的众生。比如是本国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场，见证了佛教在新加坡早期的艰辛情况，也度化了无数的群众，做种种弘法利生的事业，发扬佛陀
慈悲喜舍的精神，令佛教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接受和尊重。这都是先贤数十年来努力经营的成果，我们要感恩他们种下的良因，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让佛陀的智慧光辉普照有情，净化人心，共同建立和谐安乐的社会。今天在新加坡展览中心布置庄严、环境宽闭舒适的场地举行弘法大会，是现代人的福气。看见座上居士们求法的虔诚专注，恭候远道从台湾而来的慧律大师开示，我也在此打住，谨祝正法久住，大众法喜充满，福慧增长。谢谢大家，起立合掌。恭请大会主讲人慧律大师入场。Thank you.
跟随大师称念三声佛号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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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向慧律大师求法至诚行三问训礼。一问训，再问训，三问训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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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慧雄大法师、维严大菩萨、诸位法师、诸位护法居士大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天是我们第三天的佛学讲座，今天的题目叫做明心见性。对初学佛法来讲有一点困难，不过结结法缘也不错。我呢已经派这个新加坡的军队把这个体育馆团团围住，听不懂跑出去的我就命令他开枪，要死在外面不如死在里面。一个人对生命不了解，生命对他来讲是一种惩罚。有一次佛陀在恒河边说法，有一群猴子呢看到水中啊，恒河中啊映现了一颗月亮，这一群猴子呢大家就跑到恒河中要去捞这个月亮。佛陀善于比喻，就跟弟子们说弟子们，一切的众生执着于五欲六尘，而想得到究竟的解脱和快乐，就像猴子捞水中的月亮。捞这个水中月亮毕竟不可得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万法都是生灭的东西。明心见性是明什么呢？明我们的本心。
见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，是每一个人都存在。佛陀是个大觉悟的人，事先发现这个世间万法毕竟空，是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它，是真理不是佛陀所创造的，真理是佛陀所发现的，发现万法生生灭灭，变化到最后毕竟空，求其实体不可得，是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。我们在毕竟不可得的当中强加分别，我们将过着每天痛苦不堪的生活。科学绝对没有办法解决生命所有的问题，不管科学再大的发现，当然对人类有所贡献的，科学无论外太空的探讨，诸位，科学最究竟处在心里，不在物质。你用非常高倍数的显微镜可以看到维系的物质世界，但是你看不到心灵。你可以用很大的望远镜几百万倍看到所有宇宙当中的天文，但是再大的放大镜看不到心灵。佛陀了悟了人类最究竟的依归处，就是每一个人的清净自性。所以科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化学家对人类有所贡献，但是它叫做向外发展，佛法不一样，佛法叫做内观，观照内在这颗心灵。所以科学的究竟处就是不究竟，科学的最究竟处，这一定是在心灵，一定是在心灵。这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明心见性，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的，看你有没有去发现它。什么叫做真正开悟的人？不见一物，名为见道。那么叫做不见一物，名为见道。物质的世间都是因缘汇合的，刹那生灭变化无穷，再怎么变化总是空，求其实体本身并不可得。所以大彻大悟，不见一物，名为见道。何以故？色即是空，受即是空，想即是空，行即是空，识即是空，色受想行识当体即空，不见一物，名为见道。因为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照见五蕴皆空，所以我们颠颠倒倒、迷迷糊糊，以为心外有一种东西，心外无法，万法不离心性，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开示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是哪一种心？叫三心不可得，单心不可得。所谓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就过去的妄想颠倒，其实根本就是不存在，存一个清净之心。现前这个妄想颠倒执着的心也不存在，我们就是不在不存在的假象当中强加分别，有了颠倒妄想，所以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实在的世界，而佛陀一观察，
关照这个世界，都是缘起的假象。所以这些执着、这些分别和这些种种的颠倒，佛不存在，它就是正觉的世界。正觉的世界，未来不可得。为什么不可得啊？未来还没到，过去期已过，现前这一念妄想颠倒执着也不存在啊。所以就是三心不可得，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强调什么呢？强调万法不可得，不可得中如是得，就是般若的智慧本身就是存在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清净自性存在，它却没有形象。你要说清净自性是什么形状，不是长的也不是短的，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啊，不是黄的也不是绿的，不是大也不是小，可是要用它通通具足，不用也不缺少。要用可以透过一切的语言、一切的文字、一切的文化、一切的艺术，都可以展现清净自性，都可以展现。万法不强加分别，万法本质无咎，万法没有过失，过失是在我们这颗颠倒妄想的心。因为我们的 绝对的清净自性，它没有形象，无法形容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从各个角度切入，看看你能不能掌握学佛的重点。悟了刹那间，迷了沉淀间。我们先接着以每一个角度切入，看看你能不能体会。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，分相说和清净心说。我们从相来说，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佛所说的这世界这个相，佛说的娑婆世界即非世界，娑婆世界摧为微尘，本不可得。即非就是空，佛说娑婆世界即非娑婆世界，因为娑婆世界当体即空，相不可得。阿含经讲不相在，就是万法空相。是名娑婆世界，方便说这是娑婆世界，是站在不开悟方便破相角度说，站在佛的大彻大悟的角度说，切入本体，不是这样解释。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佛说清净心的世界即非世界，不是众生妄想颠倒看到的假象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是这才是佛陀证悟的清净无相实相的世界。所以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从相的角度说方便说啊，从清净心的角度说究竟不可得，两个角度切入。一切法无生，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所先说。十方三世一切佛先说什么？原生就是无生，相不可得，相不可得。如果把这朵花翠微微尘，花的相不存在。如果把我们这个啊火化磨成粉末状，相不可得。所以当我们楞伽经讲，把你所见到的一切假象摧为微尘，如是观照，你会发现菩萨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。众生因为没有见到本体，一切法无生，所以见到的妄想差别，种种的差别，因此每天起贪嗔痴造业的力量，不知道本来就空，人存本身就是残酷的。我要活下去，我要繁衍下一代，我就有所追求，有所占有，就引发杀机。
啊，在这个造恶的无量无边的恶业的世间，谁能够体会佛陀的心？谁能够进入佛陀的戒对本体，了解了佛陀心的本怀，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众生。因为所有的众生就是心灵所涌现的，它是跟你同一个本体的，叫做同体大悲。了解一切法无生，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所先说，原生当体即空，就是无生。你说有生是妄想生，它本身并不存在。所以我们要明心见性，应当观一切法如梦，就像做梦；如幻，是虚幻的，因为它变化是生灭，它是莫定的，未定的，未定的啊，变化。所以法无定法，法无定法，大小圣的思想开展也是法无定法啊，但是究竟的本体是一样。比如说缘起法，缘起法有五种：一，业感缘起，业力会感应缘起法；善业感应善的缘起法；恶业感应恶业的缘起法。第一个叫做业感缘起，第二个叫做阿赖耶缘起。阿赖耶缘起承认十八界的种子，六根六尘六识，啊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，这十八界各有种子，变现相分跟见分，就是产生物质世界跟精神的灵异，精神世界。但是物质的世界跟精神的灵异其实来自同一个心性，我们因为强烈的执着产生对立，以为有一个外境，不知道外境是为心性所显现的，因此我们强烈的执着造成隔阂，我们把每一个人隔开，变成一个自我，而这个自我自私自利。而佛陀把这个自我展现成整个宇宙跟虚空，因此他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。第一个叫做业感缘起，第二个叫做阿赖耶缘起，第三个叫做如来藏缘起。是如来藏缘起设立的染跟净，如果是清净就变成四圣，就是佛菩萨缘觉啊，那么声闻；如果是染污了呢，就变成六凡，就是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。这是如来藏缘起，大圣起信论的思想就是如来藏缘起，楞严经的思想就是如来藏的缘起。这个如来藏的思想是大乘佛教演变到最后开展出来的一个思想。第四个叫做真如缘起，所谓真如缘起就是一切法当中就是清净自性的展现，随所拈来哪一法都是毕竟空，心如如不动不起一相，所有缘起法都是真如自性，没有一法不是真如自性。因为一切法无生，当体即空，万法不可得，万法不可得中般若清净心存在，彻底解脱，真如缘起。第五叫做法界缘起，这法界缘起就是环环相扣的思想。我们地球跟太阳息息相关，整个太阳系跟银河系息息相关，银河系跟超星星系、超星星系息息相关，超星星系跟整个宇宙息息相关。法界动一个太阳影响太阳系，太阳系影响银河系，银河系影响超星星系，超星星系影响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离不开缘起，重重无尽的缘起。说一点就是一切，一切不离当下这一点。拿到一个颗粒微尘，它是缘起性空；拿到一朵花，是缘起性空；整个地球是缘起，是性空；整个宇宙都是在一颗沙的究竟处里面可以寻找。见一相就是一切相，
因为伊丽莎是无常，是生灭，是变化，整个地球就是生灭，是变化，是无常，见一就是一切，伊丽莎就是宇宙的真理。所有的宇宙真理当中，在你四周会发现真理，它是普遍性的，它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，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啊！如果这个法师讲法偏了，他会误导众生，因为知见本身不正。所以我们可以赞叹净土法门，但是不可以毁谤其他的宗派，这个不是佛的本意。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不了解佛陀的本怀，我们各立宗派，各有千秋，我们可以赞叹禅宗，不可以毁谤其他的宗派，我们可以赞叹密宗，也不可以毁谤其他的宗派，我们可以赞叹华严，可以赞叹天台，因为法法平等，这个才是佛教。看你跟哪一宗比较有缘，了解一切法刹那生灭，我们应当做无所住的功夫。我们现在活着就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，今天所有的执着都是多余的，所有的痛苦都是多余的。世尊说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，所以修习悟道，了悟当体即空，要达到无所住、无所着、无所求，这个可就难了。我们既要生存，又要超越，我们要活下去，上班就要斗争，要考进大学，国立大学，不把别人挤出去，我们进不去。现实是很残酷的，因为我们要生存。你要讲生存，才讲到超越。你没有面对现实，谈什么超越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业，我们的业。再来，如何明心见性做功夫？在明心见性怎么样下功夫？大修大歇，歇即是菩提，歇就是放下。放下是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课，修行绝对不是在大殿这样站着，修行也绝对不是说只有做早课做晚课，那是一种自我训练，自我约束，过僧团团体的生活应当如此。大修大歇，歇即是菩提。放下是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课，不管你修什么宗，动一个念头知见，那为佛的本意，只有自己觉得我这个宗派是最好的，把所有的宗派跟我的宗派不相同的，我就把它立为敌人，跟我这个本山思想不一样的判为异己。佛有这样教你吗？有这样教你吗？这个是佛的弟子吗？你没有看《金刚经》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吗？啊，再来，理念之智等同虚空，我们心性其实是无相。理念，理念之智等同虚空，离开这些执着的念，这些妄想颠倒分别假上的念头，离开种种的颠倒，理念之智等同虚空，了解我们真正一个佛的弟子，他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无相。虚空是绝对，我们的心就是绝对。虚空可以包容天，包容地，包容圣，包容凡，包容净，包容慧，包容青黄蓝绿啊，包容一切异己。学佛绝对不排斥异己，
跟我思想一样的，我们好好的说法，结善缘；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，合掌，令欢喜。这个是佛法。学佛学的变成到处都是敌人，只有我这个本山是对，你们另外一个山头就是错，这个不是佛法。啊，所以离念之智，我们能够离开执着的念头存在的这个智慧，它是像虚空一样，虚空是无相的。学佛要越学胸量越大，越能够包容，越能够宽恕，你就越接近道。佛陀说，当一个修行人开始懂得过心灵的生活，这个人已经接近道。如果一个人仍然遭遇物质的世间缘起的假象，这个人离道太远，离道太远。再来，一切处无住，无非般若。传心法要这样讲啊，传心法要这样讲，一切法总不用学，但学无所住。一切法都不必学，只要学习完全不执着，彻底的放下缘起的假象，就进入涅槃。说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众生从出生一直到死亡，没有一天不过不执着的日子，从来没做过佛，也不晓得佛长得怎么样。有相的大家喜欢，无相的大家悟不来。我们为什么要佛相？《阿含经》讲，佛相是给一次的众生一只拐杖，因为一次的众生没有看到，他不会拜的。你这个佛像拆掉一个舞台，他跪在舞台前面空无一物，他怎么会拜得下去呢？是不是啊？他拜不下去的。佛门有善巧方便，有究竟的实相的道理啊，所以一切处无住，无非般若。万法总不用学，但学无所住，就是菩提。但是要坚持无所住，除非你证悟到无间，二六十中打成一片，般若智慧一直显，自性当中一直显现出来，否则要做到无所住，难。再来，是心相灭非心体灭。心相啊，心相灭就是万法都是心的影像，我们看一件事情影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，世尊说那是虚妄，就像摄影机摄影，这是一张相片，这张相片印在心，世尊说那只是相，要放下。大彻大悟的人看到一大堆的钱如如不动，这是虚妄，这跟生死没有关系啊。这新加坡的信徒啊很虔诚，师父还没有来就排了一大排的长龙，想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啊。下课以后呢，外面排了两排，又要送师父往生，啊，又等了老半天，师父从后门溜走了。啊，慧雄大和尚慈悲说：“慧老，慧老啊，慧老就是我了。啊，慧老也会死了。哎呀，慧老，慧老哦，今天哦，你老要慈悲哦，要走正门。”哎，很多人要供养哦，
啊，说啊，说行，没问题啊。你那么老远来带个红包来，我又让你带回去，多不慈悲啊！赶快交出来，去帮大家做做功德。所以心相灭不是心体灭啊，所以心相就看着这个花，哎，印在我们的心，知道这个是花，是缘起的假象，这就到这个程度就行。到这个程度就是第一念当下放下，这个是指花。今天你看到好吃的东西，你放得下吗？再来，你看到帅哥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猛男，你放得下吗？男人，你要看到大漂亮的美女，你能在第一念就知道透视她，当即即空。这个美女本来就没有出生，现在变成一个美女，每一分每秒都在变化。有一天，她就会变婆婆，牙齿会掉光了，啊，头发就会苍白，啊，眼睛看人家就眯眯笑。啊，这个纹路啊就会变成少将，五星上将，因为都是皱纹。啊，年纪大，你一看到美女就知道，婆婆老婆婆就是她的投影，有一天她就一定要走入历史。诸位，你有大智慧吗？能掌握第一念吗？能真的无所住吗？这个就是功夫。这个就是功夫。修习佛法不是说一说就行，它是信解行证，要彻底的去实践，是真正下功夫，铲除执着，铲除这些烦恼，铲除这些分别，铲除这些假象的颠倒，才有办法进入佛的领域，不是说了算，绝对不是这样子啊。再来，万法唯心限量，无有来去。所谓万法唯心限量，就是说所有的世界其实都是清净心所涌现出来的啊。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这是讲的啊，无量无边的清的世界不能离开如来藏心，如来藏心显现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但因为众生妄执动念，动念变成增减，其实增减还是心，还是观念。简单讲，用现在的名词叫做落入意识形态，落入意识形态啊，要好好的体会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清净心，令心无所增减。因为万法唯心限量，无有来去。我都说知见立知是无明本。所谓知见立知，知见立知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清净心本来就是在眼耳鼻舌身意所显现的，可是我们立一个观念，这个知就是观念。因为佛陀当时在世没有意识形态这个名词，就是意或者是意识啊。诸位，看一切相落入意识形态，意识形态就是无明。简单讲，再更进一步讲，就是落入观念的执着就是无明，落入观念的执着就是无明。这观念在哪里都存在，这个对我好，他所讲的话我就认同，这个人对我坏，不管他做得多好我通通否定。
通通否定，不管你对我多好，这个就是意识形态很可怕的。看到这个善良的人赞叹，看到这个人恶的人嫉恶如仇，我们的心灵的大海从来没有平静过，没有平静过。佛陀看到善良的人赞叹不住善，佛陀看到恶人怜悯他，找机会度他，心如如不动，心如如不动。因为佛陀不会落入善，不会落入恶，不会落入大，不会落入小，不会落入圣，不会落入凡。说你在修学圣道，你就是凡夫，圣不可得，圣当体即空，无所住心，不可得心，就是圣。大彻大悟，悟到什么？悟到身心世界不可得啊，不可得，怎么可以安一个圣？圣人也是知见呢，也是知见呢。说我在修学圣道，那你是凡夫；说我不修学圣道，还是凡夫。你很自卑，还是知见立知，是无明本。哎，你很骄傲，是知见立知，是无明本。你讲有修行着相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。你讲我没有修行，也是知见立知，也是无明本。你不修无修，无修就无明卡住。诸位没有悟到，说什么通通是意识形态，全世界的众生通通活在这个强烈的业力的执着的意识形态当中，无法摆脱，而且是作茧自缚，作茧自缚。我们每天造一种图，一种思，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，这个是包住了这困住了自己。明天再落入一个观念，强烈的观念啊，恨一个人就恨到死，每天恨一次，思吐一次，起贪念吐种种的思，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清净心灵，就像作茧自缚，包得死死的，一点宽恕心都没有办法，一点都容不下别人的成就。那种不耐他容，那种嫉妒心，伤害了我们的法身慧命。看人家的法师得到了供养，毁谤批评，诸位不是剃度出家就是佛陀了啊！看人家讲经说法的啊，上万的人也心里还是很不舒服。诸位，这个都不是佛的心。我们现在要改变一个观念，看人家得到，看到哪一个法师得到赞叹供养，记得马上随喜功德赞叹，听到哪一个法师有所成就，我们赞叹随喜，这是佛的心。要听到哪一个法师弘法几万人，我们昨天12000人，今天那个不止了哈，我们也随喜赞叹，你们就赞叹我吧。随喜赞叹的人会成佛，会成佛。我也随喜赞叹，在座诸位很辛苦的，有的人说4-5点就来排了，很辛苦，你们这个排是值得的，你们这样不够功夫，不够功夫，精神还不行。台湾那个百货公司在拍卖，换季拍卖的时候，凌晨2点就去排，不睡觉，凌晨2点，哎，凌晨2点来排的，请举手。不够精进，开玩笑的哈、啊，所以说众生呢，啊，啊，谢谢啊。说知见立志是无明本呐、啊，知见无见是即涅槃。什么叫做知见立志？知见就是我们清净心的作用，这个作用再立一个知，就立卡住一个执着。我现在可以说法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旁边，
正在说法，释迦牟尼佛怎么样？心清净，知见就是起作用了。他可以在见闻觉知里面用清净心说法，虽然说法无有说，无有能说所说，虽然说法听法也无有能闻所闻。万法不可得，毕竟是绝对平等的空性，没有能说法，也没有所说法，没有能听闻，也没有所听闻的法。为什么一法不立，是名佛法？因此，佛陀讲经说法，佛陀之见是清净的。但是问题出来了，立知问题就出来了，叫做《楞严经》讲叫做头上安头。我们的清净心，哎，安一个执着啊，人家啊，出去赞叹，哎呀，昨天呐、啊，这慧立法师啊，这讲经怎经怎么样了？你讲给另外一个也听，另外一个假设说了不是真的了，另外一个法师就是，嗯，听那个矮个子能讲什么呢？哎，这个，哎，就立知，立一个知，完了。马上就落入无明。你要今天打一个大和尚来讲经的时候，哦，我维严大和尚上来讲经，哦，那两三万人，哦，马上就欢喜赞叹的不得了。佛门之性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佛门之大性嘛，哎，所以记得，哎，某一个角度啊，你要跟我学一学。我慧立法师发愿呢，发过大愿。我一生一世绝对不讲伤害众生的意愿，这是我自己非常严格的要求，包括我的徒弟，包括意见看法跟我不同的，包括那些害我的，包括这些赞叹我的，我一生一世都不跟众生结恶缘，也不会讲一句伤害众生的话。所以跟我相处的人有的好处，好处就是说，我永远保住你的自尊心，不会跟你啊，除非你真的很严重的时候，很严重的时候，那我会告诉你。我以前有一次啊，去桃园演讲，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，好几千人，结果那个护法居士大德啊。为了尊敬法师啊，为了尊敬法师啊，就从舞台啊，就把我牵着，像好像我是一百岁的，硬把我牵着。我很恭敬佛，法师，怕法师跌倒。拜托，我才三十岁而已，又不是不会走路，他就一直硬拉着，一直硬拉着，越帮硬拉着。我讲啊，你那么好啊，啊就这样子的。我才三十几岁，又不是老和尚，有时候这个啊，不得不表达我一下自己的意见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必要这样子了啊。好了，禅宗讲，一等是邪，知悉无邪。你真的要明心见性，一等是邪，知悉无邪。当下知其无上菩提，不离本处，即得成就。诸位，会修行的人在一棵树下他就成道，不会修行的人盖的一大栋的道场仍然没有道。为什么不悟了？这道在心，不是场，不是那么大的啊！你盖的那么大的道场，那就表示很有修行吗？错了，那是硬体设备啊，硬体设备啊。真的会修行的，一草一木都有它生存的空间，啊，每一个念头都可以修行，行住坐卧不离清净实相，不离清净实相。所以你要一等是邪，真正你要修行佛道的，一等是邪，知悉无邪，当下就是无邪，所以无邪就是究竟大圆满，啊。华严讲的叫做一真法界，就是绝对的清净本体，啊，《法华经》讲的叫做一实相，唯一是邪想的叫做大圆净智，哎，
净土宗讲的啊，那么就是理无生唯心净土，禅宗讲的就是即心即佛，密宗讲的三密相应，戒律讲的持犯一如，持犯一如，大圣本身心地观经这样讲的啊，不净持戒，不轻毁戒，持犯一如，是名持戒。不会特别尊敬那个持戒的，也绝对不轻视那些毁戒的、违反戒律的，是名持戒。不净持戒，不轻毁戒，是名持戒。大圣本身心地观经这样讲，戒无痴犯，是名持戒。持，心性本自圆满，无所持；犯，本自无自性。我们的心能够达到一等四心，直虚无邪，心之下承担一切法无生，万法不可得，一法不可得。再来，你想要明心见性，要离对立，离对立，静自一如，甚凡一如，常无常一如，内外一如，来去一如，真简一如，一义一如，构净一如，佛法是不二法门。如果你赞叹了三宝，却又每天去看众生的过失，你仍然不能进入不二法门。所谓不二法门，你能够随其赞叹三宝，你在外一切行事不见众生的过失，你就能够进入佛陀的领域。佛陀的领域，离对立，了悟自性当中无一法可得，无凡无圣无大无小无来无去无常无无常无内无外，毕竟空寂，对境寂然，常不离佛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，凡所有相都是希望。对境寂然，对一切境界境界如如不动，就是佛。佛无形象，佛无来气，大般若智慧心就是佛。如果说三十二相就是佛，那么转轮圣王就是佛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啊，你要弄清楚，如来则即诸法如意，如来则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去啊！所以菩萨虽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度，没有内，没有外，没有圣，没有凡，没有大，没有小，没有来，没有去，清净的绝对心灵，绝对不被假象黏住。讲放下还是一个善巧方便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放什么，没有东西可以放，见一切相就离，即一切境就离一切境啊，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人。双照空有，不住内外，本来无一物，相不可得啊！双照空有，什么叫做双照空有？比如说，诸位，这是毛巾，见性的人，双照空有，诸位看，这是毛巾，诸位，毛巾有还是没有？讲有不对，它是缘起的。讲没有，你睁眼说瞎话，这是毛巾，你说没有，毛巾做什么？可以来擦汗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杯茶有没有？讲有不对，讲没有不对，但是你可以喝，刚好口渴了。好了，用毛巾的比喻不够刺激。用什么？用美钞。
每超不过自己这一张，诸位这一张是100万波币支票，拿到可以兑换现金。诸位啊，我把它用一把火烧掉，明天练新功。阿拉米阿尼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很惊讶 ，surprise 啊！啊，假设为什么？你认为这个境界是实在的？所以佛陀说，佛陀看到一颗钻石，跟看到伊丽莎是一样的。佛陀看到这些珍珠项链、这些名牌，跟粪土一样。在佛陀的心中，清净心才是可贵的。在佛陀的心目当中，大智慧就是金刚钻，可以换一切的烦恼。你带着金刚钻，身上带着那颗金刚钻，不如我这颗自信清净心的金刚钻。我清净心的这颗金刚钻能换一切烦恼，你那颗戴在手上那个金刚钻，小心一点命都没有。所以我现在呀，讲经说法，就是给大家一个真正的金刚钻戒，无价的宝，就是你们的佛性，大家的佛性，拿起来用，拿起来用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讲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你想要见到佛吗？在《阿含经》讲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见缘起，你了一见缘起法，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，是条件所构成的，本来就是空无自性。见缘起就见法，就见到佛陀的真理。谁说哪来的一个东西一点都不贪爱？在阿含经讲，这世尊啊，阿含经讲，徒弟问世尊说，世尊，一个修行人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成就？世尊说，如果一个修行人见一切的天地万物事事物物，知道了无一物，如梦幻泡影，一点都不贪着，一点都不贪着，这个人就见到，这个人就见到，是真正悟道的人。看到一些像，总知道那是虚幻不实的东西。哎，不过我们还是要过缘起法，是不是啊？你总不能说，哎呀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你那个头发弄得像爆炸一样的，也来听经闻法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这样不行。穿着衣服破破烂烂的，除非你很穷了，没话讲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因此虽然是缘起的假象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坏这个假象，啊。那么见法呢，即见佛，啊，你就见缘起，就见到佛陀的真理，这法就是佛陀的真理。见到佛陀的真理，就见到了佛的心，啊。再来，不念内外诸法，行于平等，对境寂然，常不离佛。你不念内外诸法，你了解内就是这个四大本空，外就是一切山河大地众生所贪婪的一切境界，一切境界。所以我们不念内外诸法，内就是这个四大的一个假象的色身，外就是山河大地缘起的假象，毕竟空，内空外空，没有两个空，没有两个空，啊，我们四大本来就空，宇宙本来就空，这没有两个空。可是这是佛陀见到了究竟实相，见到了毕竟空的本体这样说的。可是凡夫见相，圣人见体，凡夫见种种差别的相，每天过着烦恼困住的生活。
圣人见体，体就是毕竟空。万法随手拈来，都知道不可得，都知道不可得。所以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是自知不随他，即灭无系论，无异无分别呀。我即涅槃空。我们一句一句来解释：自知不随他，明心见性的人自己知道成自生灭，自性不动，了悟这些生灭无常的假象，让他生灭，随缘现，随缘放下。勉强的东西会造成遗憾，勉强的婚姻不会美满，瓜无滚年呢、就是这样子，人无实权，瓜没有圆满的瓜，一定多少会有一点点缺陷，人无实权呢，人无实权呢。有一个美女啊，有问呢、有问我了，有问师父啊，你看呢、我这样是不是十全十美啊？我说你差不多有八美了，就少了两美。这少了哪两美呢？你呀、少一个内在美，少一个外在美，那就他说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说我们呢、不要执着。自知不随他，了悟万法都是生灭虚伪的假象，不要被他骗去。我走百货公司跟你走百货公司不一样，我出国跟你出国不一样。我逛百货公司，其实我是没有去的。那也，我们住的那个72层的，就是百货公司了，就是这样子。眼睛看啊，就皮包啊，什么衣服啊，就这样看，这样看。就缘起法就是空啊，就不可得啊。我出国不一样，我在文殊讲堂都自己关在五楼用功，很少出去。我出国都是观想，我出来运动，出来运动。你没什么好看，不见一物，名为见到了，看到了树，看到了树、山河，哪一国都是这样子啊？出国都是这样一样的、食衣住行，要看什么呢？看了这里风景，台湾也有啊；看绿树，台湾也有啊；看河大还是小都一样啊。那看什么呢？看体育馆，台湾也有啊，通通有啊；看衣服，台湾也有啊，是不是啊？这里做什么呢？如果有一年跟大家结善缘，这是我的光荣，这是我的光荣，那么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利益，因为实在是不可得，方便说利益众生，所以呢，我出国呢就是这样运动运动，是不是啊？明天呢、师父啊，明天要去动物园呢、看猴子啦。我说错了，是明天呢、我要去给猴子看。猴子怎么会给我种三根呢？我现一个身相，我现一个身相，这猴子不懂佛法，我去给他看，让他84田中种一下清净比丘的这个形象，种下这个善根。众生讲话就颠倒的，说师父啊，我要去赚钱了。我说你讲错了，你是被钱所赚。他说怎么会这样讲？钱赚得了你的时间，钱赚得了你的青春，钱赚得了你的岁月，钱赚得了你的一切，钱赚得了你的体力。我们是被钱赚，不是赚钱，通通被钱赚走了。这反正终身都是颠倒的啦，
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农历年的时候就啊，又多一岁了。我说 shut up， 是少一岁。诸位，是多一岁有道理，还是少一岁啊？你当然少一岁了，生命快接近死亡了，也有少一岁了吗？你说，可是你讲少一岁，人家听不懂。哎，啊，大家都讲啊，又师傅啊，我又多一岁了，那你就跟他试吧，你又多一岁了。你就是这样讲啊，你讲少一岁，人家还觉得你很奇怪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了解啊，自知不随他，就是所有的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，即灭无系论的，这个内心里面呢、啊，不见一物，名为见道。那这样子，保持毕竟空，没有系论，也不必在语言上说，因为清净之心不可说，也不在文字上下功夫，写书写的很多很多啊，也不在语言上下功夫，文字上下功夫，在心性上下功夫。诸位，不过大彻大悟的人，他的语言是有生命的。诸位，大彻大悟的人，他的文字是有生命的，因为都是从清净心涌现出来的。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是跟不悟的人是完全不同。大彻大悟的人写出来的东西，所有的语言文字通通有生命，因为它是般若思想，都是大智慧的结晶啊，大智慧的结晶，就寂灭无系论。真正一个悟道的人，内心自知，讲不出所以来。开悟是什么境界？讲不出所以来。你要形容嘛，就是没有烦恼，就是没有执着，就是体悟到毕竟空，内心就是绝对，内心就是没有对立，一切法随喜功德，从来不恨众生，哪怕众生要害死他，他也随一切因缘，该来的就来，该走的就是走。悟道他就是这样，啊，无异无分别，异就是差别的，啊，田在一个共，异就是差异。一个悟道明心见性的人，他看万法都是看自己的心，看到一个漂亮的，哎，心是不是无所住，看到一个丑的，是不是无所住，啊，所以我叫你转念就是这样子，要转那个，得懂得转念。其实转念还是方便说，没有东西可以转，若能转处不留情啊，这六祖讲的。如果你在转的当中不能执着说我在转，这个才是本来的面目。功夫不够就只好转了，功夫不够就只好转了。有钱人要庆幸我今天很有钱，有一年来供养三宝，我修了无量的福德，我今天有钱真好。没有钱要感恩上苍，没有钱少造业，少喝酒，少抽烟，少打牌。没有钱正好修行，也不必乱跑，哎，没有办法喝酒跳舞唱歌，刚好来听经，因为很穷啊，啊，很美的人感谢上苍赐给你这样一个漂亮的美貌，长得像观世音，大家都赞叹得不得了。长得丑的人不要伤心，为什么没有人追求更好？帅哥很好，要是很丑的男人没有人嫁给你，不要伤心，跟我走，我专门收丑的。不要难过，不要哭泣，不要跟自己的命运争吵。你就长得这么丑，老婆不要你，慧律法师要你，来吧。啊，无异无分别，我即涅槃空，我不可得。涅槃本身是方便说，所以在《大般涅槃经》，佛陀这样讲：若说佛有涅槃，即是谤佛，即是谤佛。啊，我们一般人不懂啊，这个老和尚往生了、啊，就写个啊，这个老和尚进入涅槃了，错。不生不灭，妙用的心叫做涅槃。哪一个大哪一个法师哪一个护法居士大彻大悟就是涅槃，
涅槃从来没有特别照顾佛陀，涅槃也从来没有照顾法师，涅槃也从来不遗弃任何一个护法居士大德，涅槃就在你的心中。谁证悟的明心见性，谁证悟到不生不灭的清净心，谁就是佛，不分出家在家。有一个人问说，师父，在家居士证悟大彻大悟是不是佛？我说就是佛，就是佛。那师父，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出家呢？我们跟他讲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袈裟衣跟钵是圣贤的标志，这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共同的 mark， 就是指标。十方三世一切佛不能现在家居士身，知道吧？一定要现比丘身。所以在座诸位，现比丘相就是佛相，诸位要多多恭敬比丘啊。再来，生死涅槃犹如做梦，一中无起灭，无来去，无取舍，无能所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坏。生死涅槃本身并没有距离，本身并没有距离。我这一念妄动，妄动，比如说看到这个金钱，我内心里面知道那不是我的，而且是假象，如如不动，这个就是佛。众生不一样，看到钱呐、啊，有的人有个居士告诉我说：“师父，我自从修习佛道以后，我一点都不贪财。”我说：“那是因为钱太少。”你摆五块钱怎么会心动呢？我告诉他摆五千万马上昏了，哎，对不对啊？马上昏了，那个数目多了马上炸昏了。成佛不要吧，五千万先拿起来，成佛慢慢来。这是众生，众生都会讲大话了。说你不贪举手，你敢有点Dare you？ 啊，是吧？无拢无功能固有文理，唔知影我读过大学。好，生死涅槃犹如做梦，生死就是起心动念，就是生死；起心动念就是轮回，轮回就是过重复的情绪。世尊在《阿含经》告诉我们，弟子们千万不要随着感觉起舞，因为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。弟子们千万不要随着你的感觉起舞，因为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，因为凡所有相都是虚妄。用现代化的语言就是说，不要太情绪化，什么都看得破，什么都看得开，什么都放得下。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个功夫，放下是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夫。很多人他不知道啊，早课很精进用功啊啊。我们有一个信徒，说来笑一笑，我们有一个信徒每天诵金刚经，菩萨无相，无等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每天都诵经。他那个儿子啊七八岁，他送了一段，他的儿子就说，妈咪我要吃早餐，还可以忍啊，无善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。哎，等一下又来了，妈咪，我要去动物园玩。第二次了，无善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。哦，这个儿子啊，这个第三次又来了，妈咪，你都不疼我。他妈咪拿着那一只小木鱼，等一下就打你。本来打木鱼的。再大声！哎，后来哦，菩萨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。哎呀，他忏悔，然后在佛前哭，哭得稀里哇啦，很伤心。哎，我都没有按照菩萨的，佛所教导的菩萨无我相。哎，看到儿子这样吵的，真是烦死人了。
早知道给你卖到马来西亚。啊，这累死人了。我说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修行不是用讲的，也不是用念的，那种内在的心性的自在的功夫，就真枪实弹的东西。诸位，你今天可以骗得了众生，在你临命中的时候，你就骗不了任何一个众生。我们要面对死亡，那是要真枪实弹的修行，真枪实弹的修行，不要靠任何人同情，是内心自知，我们已经断除烦恼。内心自知不问别人，在阿含经讲的内心自知，我已经断烦恼，我已经不贪，不问任何一个人，内心自己知道，这个是功夫的东西啊。一种无起无灭，因为就像做梦，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好像有那么一回事情，等到梦醒了的时候啊，没有。大彻大悟也是一样，悟道的人悟到什么？身心世界不可得啊，不可得你怎么起呢？无起呢？哪里有灭呢？一切法无生，无生就没有灭啊。诸位，一切法无生，就生灭当体即空，就是无生。不是离开这些生灭，另外有一个不生不灭。无常当体即空，就是常，常无常都是方便说。方便说，一切法无常，世尊为小圣讲的。常乐我净，释迦牟尼佛为二圣人讲的。这不是佛的究竟处，佛有苦衷啊。讲一切法无常，对凡夫这样讲，慢慢修行，修行断见识恶惑，证阿罗汉果，证阿罗汉果就站在那边寂灭。世尊说这个还不够，这个还不够，要去大波涅盘。大波涅盘里面有常乐我净清净圆满的佛国啊，小圣再继续用功，再继续用功。所以世尊在某一个角度讲无常，在某一个角度讲常，啊，讲常。诸位啊，这个很注意听哦。常跟无常不用个比喻，诸位，后面如果是一面镜子，方便说这是常。在座诸位，这里如果车水马龙，汽车开来开去，开来开去，这个镜子可以看得到汽车开来开去，汽车表示相，表示无常。诸位，无常，镜子呢表示常，无常就是常。注意听，你看到镜子有没有种种的像车子跑来跑去，有没有？有。可是你用伸手摸摸看，用手摸摸看，有没有摸到车汽车来跟去呢？没有，知道吗？万法都是新的影像，万法都是唯心限量，所以无常当体即空就是常。常跟无常都是方便说，究竟佛的究竟意要你悟到万法一如，这个才是佛的本意。所以不能把方便误为究竟，佛种种的语言无非要你悟入万法毕竟空，如来之即诸法如意，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呢？啊，所以一中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无取舍，无能无所，没有能攀缘的心，也没有所攀缘的境界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坏，平等不坏啊！无着无所依，无累心寂灭，本性如虚空，是名无上道。无着啊，无着，见一切相，念不得，造作不得，随一切因缘，虽吃饭不着一粒米。虽闻一切音声不着一切相，虽见一切相不着一切缘起的东西，了悟一切相没有内没有外，没有取没有舍，就是无着，无所依。无所依就是禅宗讲的二六十中不以一物，我们因为用依靠，所以有百千万劫不能解脱。这修行啊，靠师父啊，靠三智，这个是对的，三智是指引嘛啊。
我们都是要靠，但是到最究竟你要自性自度，师父没办法。成佛的那个关卡任何人都没有办法，不过善知识和同参道友会辅助你，会辅助你。所以无所依，禅宗讲的二六十中不依物，不依就是不能依靠任何东西，凡所相都是希望，不能依靠任何的东西。你今天依靠你老公而快乐，简单，你有一天会因为你老公而自杀而痛苦不堪。今天你依靠你那个老婆认为叫做幸福，记得有一天你的幸福就会失去。人不是圣人，两个相处容易，相爱容易，相处难。知见不同，知见立志，两个人看法角度不同，就打架，就吵架，就这样子。啊，虽吵无有人吵，所吵又生一个。虽然打架无有人打，所打又生第二个。业就是卡住了，打架不能离开那个欲望，你摆脱不了那个欲望，就是希望两个人和平相处，可是每天意见知见看法就是不同，可是这样看法不同没有办法突破无始劫来的欲望，又捆住。孩子生一个，生两个，生三个，我姐姐常常这样跟我姐夫吵架，两个人都是长，一个是派出所的所长，一个是厂长，两个人吵架，一吵架我姐姐就会说，要不是为了这三个孩子，我早就跟你离婚了。我就跟他讲，大姐大姐，你已经讲了500次了，有没有新的名词？没有新的名词 shut up。 哎，没有新的名词了吗？每次讲都是讲同样的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是，所以又有一次两个又吵架，又开始讲了。我就替他讲，大姐，要不是为了这三个孩子，我早就跟他离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呀，我告诉这样，用依靠的方式是不幸福的。依靠金钱，金钱会带给你困扰。依靠这个名，这个名会拖累你，会拖累你。这无累心机灭，我们没有累赘，累赘的累，心的机灭，无着无所依，无累心机灭，心注意机灭处，本性如虚空，是名无上道。本性要向虚空包容天地万物，法从分别生呢，还从分别灭，灭是诸分别，是法非生灭。法万法从哪里起呢？从分别。这分别当然包括执着了，从分别跟执着起来的啊。看到金钱分别执着啊，这个是波币，几百万几千万，哇，分别了。哦，这是美女，哦，这是帅哥，啊，这是百货公司。哎，法从分别生，看一直动力，一直动力，没有停止过。我们后来变成习惯的奴隶。刚开始我们造成习惯，后来习惯变成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做不了主。法从分别一直生，一直生，一直生。你要灭它吗？还从分别灭。法从哪里来？从这颗分别心而产生的。因为我们不悟到毕竟空的心的体现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分别，人事实地一切事都分别。所以悟道的人是虽分别不做分别想，这是大彻大悟的人。既然万法从分别心而起，还从分别灭，把这个分别的心放下，放下重复的信念，放下叫做修行，不是拜佛念佛，这样叫做修行，这样是一部分。除了拜佛念佛以外，要重复的训练放下，重复的训练放下，常常做这种观想。啊，佛弟子好修行，卡
开悟的人什么境界通通是好的，离婚的人好修行。你老公支持你啊、哦，很疼爱你，让你来拜佛信佛，给你鼓励。你的老公反对你，每天揍你打你，确实有逆境，好修行。你痛恨他，内心这样想，好好的去极乐世界，下辈子还敢来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还敢吗？对啊，对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不敢了。有的男人很坏的，坏到极点了。讨了一个老婆，像当女佣一样的，茶给我倒来，就是啊，哎，稍微啊一不符合他的意思，啪啪，哎，就是这样两巴掌。老婆每天哭，啊，那四五个孩子在那边，啊，又不敢离婚，啊，老婆也没有一技之长，啊，每天都哭，啊，也不晓得怎么办，到最后，一夕之间头发都白了，头发都白了，二发苍苍。才四十几岁而已，通通没有牙齿，啊，被她老公打的，哎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所以说，还冲分别面没有关系，做好好的观想，不要跟他敌对。婚姻好的很好修行，婚姻不好的也好修行，让你尝一尝生命的痛苦，看能不能早一点觉悟。有钱的好修行，没有钱好修行，美女好修行，帅哥好修行。丑男丑女也好修行，为什么？看你站在哪个角度，你能不能关照解脱他？灭是诸分别，是法非生灭。修行佛道要灭掉那个分别，哎，灭掉那个分别相，这一切相都知道当体即空，分别灭用。你今天要选总统，台湾选总统，哦，几个候选人都来拜访师父，是不是啊？来拜访师父，哎嚯，我希望支持他总统大选呐、啊，就是啊，哎，那有的人不就哦，师父很有面子啊，这几个总统通通来拜访你呀、啊。我说这是生灭法的东西嘛。我常常用这一句提醒自己：总统来拜访，会把事说谎。又如何？用这一句问下去，你就开悟了。说他爸爸很有钱，说话又如何呢？哦，是。说哦，他爸爸、哦、干到这个新加坡的总理，说话。你我不是说他不伟大，很了不起，为新加坡人民。可是它是生灭法的东西啊，你这要取代的嘛，做了五年十年好吧，二十年够多了吧，二十年了、啊、要不然给你做三十年，你总是要老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李光耀总理也是一样啊，退休啊，它是生灭法的东西嘛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用这一句问下去，你就不会感觉很痛苦。你长得很漂亮，说话你长得很丑，说话是不是啊？哎，会这样是不是啊？哎，毁谤三宝，挪话，我不可以的，我真不跟你讲，我说话你要不可以的，我到这里要踩刹车了、啊、踩刹车了。灭是诸分别，是法非生灭，是般若的大法是没有生灭的，清净心是没有生灭的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要体悟到半步哲学跟刹车哲学。什么叫做半步哲学呢？半步哲学，诸位，你看到我的右手正面，我就可以看到背面。有阴就有阳，有男就有女，有天就有地，有光明就有黑暗，有硬的就有软的，有水就有火，有白的就有黑，有美就有丑。记得，只要业力所感的世间，在座诸位，你只能拥有一半。我称它叫做半步之学，师父发明的。简单说，你今天讲经，一万个人听，五千个人认同我的人，
这个法师讲经就是成功一半。为什么？这个天地万物你只能拥有一半，这边是左边，这边是什么？你的右边。这边是上，再来呢下。诸位，我们来到这个世间要好好的体悟半步的哲学。诸位，有两种人拥有生命的全部，你要不要听听看啊？你要不要听？不听好，那我们就跳过去啦。要不要听？有两种人就拥有生命的全部，要注意听。第一个，拥有大般若智慧的人就拥有生命的全部。第一种人就是在座诸位啦，啊。第二种人，要不要听啊？要宣布答案啊，原谅不可原谅的众生，原谅那个不可原谅的众生的人，他就圆满，他的生命就没有缺陷。两种人，一拥有大般若智慧的人，他就拥有生命的全部；二原谅不可原谅的众生，就拥有生命的全部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做。再来，究竟离虚妄，无染如虚空，清净妙法身，湛然应一切。究竟的清净心，思想的世界，就是佛的清净心的世界，是离种种的虚妄，不会被这个虚妄的假象黏住的，一切都可以随缘的，一切都可以随缘的。啊，你诸位，你办了很好吃的东西给我吃，我内心非常的感恩。我到你家去的时候，你用那个一点稀饭给我吃，我也是这样子很感恩。这个臭皮囊只要能够养活它就算可以了。为什么？这是希望的东西，吃得太好是福报，吃得太坏也不要难过，这就是福报的问题了。令心无所执着，好是希望，坏也是希望，总是要理。无染如虚空，不要被这个缘起的假象染着，该尽的责任尽，是吧？清净妙法身，湛然应一切。湛然就是三点水在一个身啊，这清净妙法身可以应一切的现象界。所以大彻大悟就是现象界，就是本体界，本体界就是现象界，本体界跟现象界是一如的啊。讲到因，当体即空；讲到缘，当体即空；讲到果，当体即空。因缘果清清楚楚，因缘果无非就是非因非缘非果。讲到体相用，体当体即空，相当体即空，用当体即空，何事如是体，如是相，如是用。如是体就是体如是，体当体即空；相如是就是相当体即空，可是可以现一切的相；用如是就是如是用，所有的用都是毕竟空，毕竟空里面可以起作用。诸位，因缘果体相用都是毕竟空，可是因缘果清清楚楚，体相用清清楚楚。诸位，是千差万别的事存在，千差万别的事相存在，存在也是毕竟空，相不可得；理是无声也是不可得，理跟事都不可得，可是非常清楚的，一切无声理显现万法的千差万别的相，万法千差万别的假象，彻入万法毕竟空的本体。因缘果体相用，事跟理无非都是毕竟空，但是毕竟空当中可以现因缘果，可以现体相用，可以现理跟事，看你怎么作用。再来，中等的人，众人乐其境，下士好威仪啊，菩萨心不住，同凡凡不知，佛是无相佛，何须有相子。中人就是中等的人，中等根器的人，
中等根基的人就是缘觉啊、阿罗汉这一类的，乐极静，希望自己跑到一个比较极静、没有人打扰的地方。中等人，下士好威，没有断惑，没有正果，也没有菩萨的心肠，啊，也没有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搞好，嗯，很有威仪。哎，走路啊，哎，坐如钟啊，什么卧如弓啊，行如风啊，这佛门常常讲的了，行如风啊，坐如钟啊，卧如弓啊，哎，就是这样子了，哎，端起饭来呀、啊，哎，什么凤点头啊，啊，很多的名词的，哦，就威仪。本身烦恼很多，可是他威仪不错，我们也赞叹，我们也赞叹啊！就是中人乐寂静，下士好威，哎，只有讲究威，内心不解脱，你是下根器的人。威仪弄得很好，可是每天都烦恼，哎，可是威仪不错。菩萨心不住，同烦烦不知。菩萨的心，他是无所住着，无所住着的。跟凡夫生活在一起，凡夫根本就感觉不出来，哎，同凡凡不知，意思就是菩萨跟你相处在一起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菩萨。菩萨的心他无所住，你说说哈哈嘻嘻哈，他也是一样跟你嘻嘻哈哈，随缘应物啊，内心无所住啊，啊，佛是无相佛，不可以三世降见如来了，啊，就是我们大般若心啊。何惜有相执啊！啊，为什么要有相执的那个有相的佛呢？再来，六根无对，入于无真法门，是明心见性。你想要明心见性吗？行，内心要与世无争。六根无对，对就是能所，眼睛对一切境界放下，能缘的妄心，所缘的妄境不可得。耳朵，哦，这个音乐好听，不可得。声音，沉至生命，自信不动，就是啊，我们的清净自信显现嘛。比如说，这个声音，声音生灭，其又灭，其又灭，只有一种不灭，就是清净自信。他再一次敲，我又听得到。啊，声音呢有生命，啊，心性呢？心性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。啊，六根无对，入于无真。如果一个真的要想修行悟道的人，真以道相违。如果一个真正一个出家修行的，或者是一个在家就是想要修行，跟你的同参道友处不来。然后一讲就是全部都不对，只有你对，啊，这个就很糟糕。在一个在家居士，如果跟人家相处不来，不要讲修行。真正一个修行人是与世无争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意见，可是我们修行人要包容不同的意见，容纳异己的存在，才能成就无上的菩提。才能成就无上的菩提。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？众生不解修道，更易浅疑，浅出烦恼。不知烦恼本空，将道更易密道。一念之心即是，何惜逼处追讨？我们一句一句的解释啊。众生不解修道。众生因为不了解怎么修行，外道修的最多，每天都在修佛门清净自性本质圆成，无相无来无去怎么修呢？修成即坏，墙壁坏了补一补，坏了可以修，是不是啊？桌子椅子坏了补一补可以修，清净自性无来无去，无生无灭，无垢无净，无增无减，你怎么修呢？悟了就得嘛，修什么呢？啊，修就是断习气，方便说修。是众生不解修道啊，更易遣除烦恼。烦恼，
烦恼来了，烦恼来了，哎，执着一件事情，哦，这个人很可恶，好，我不要去想他，我不要去想他，注意，我不要去想他，这一念还是执着，你因为想尽办法不要恨这个人，注意，你想尽办法的那个地方就没有办法，知道吗？记得，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，告诉自己，这个人本身并不存在。这个人分析开来，只有骨头，只有肌肉、胃、头发、衣服，扒开来，皮剥开来，火一烧，没有。你要体悟到，当体即空，没有这个人，你烦恼不要出。你不要想尽办法说，我不要恨这个人，我不要恨这个人，没办法。你说，爱的死气活来。女儿啊，你不要爱她，我就是要嫁给她，我没有她就是会死，就是一定要嫁给她，女儿不要嫁给她啊，然后就妈妈就爸爸就把爸爸妈妈就把女儿关起来，不要跟这个男人见面，然后开始洗脑，开始洗脑，这女儿啊，爸爸妈妈是过来人，那个男朋友啊没有个好将来，你看那副德性，讲两句话，对不对啊？发脾气，你看没有一技之长，好吃懒做。女儿啊，你不要，他只是长得帅，帅能当坏吃吗？帅能当饭吃吗？开始洗脑，开始洗脑，知道吗？女儿啊，不要想他这个女儿，我不要想他，好，我也不敢违背爸爸妈妈的意思，好，我不要想他，我不要想他。那不可能，我不要想他，这一句就是想他，我再不想他，这还是继续想他，知道吗？你要体悟到，啊，用这个法，女儿，慧立法师开示的，你好好的关照一下，他的脑只有像豆腐脑，头发。是不是啊？像一丝一丝的，像法菜一样。两个眼睛呢？啊，开始鼻子形容我，你看，把它切割开来，分析开来，哦，心脏挖出来，胃挖出来，肠子，大的骨头，小的骨头。女儿啊，你想想看，慧立法师讲四大本空，无因无果，好好想。他本身并不存在了，你放下他嘛，慢慢你就会不放得下，然后他女儿就点头点头点头，最后讲句，我还是爱他。诸位啊，这功夫可不是三两天的功夫啊，这个修行他不是用嘴巴讲的。再来，不知烦恼本空，四大本空烦恼当然本空了，无因无我的烦恼当然是无我了。将道更一密道，我们道本来就是圆成的，现前一念本质具足啊。我们一直想要去求一个什么东西，那就是分别，想要动念去搞个什么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把三藏十二部经典讲完，一句话，一句话。你要讲了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间，无论你怎么搞，都搞不出任何东西。万法本来就空，完了，三藏十二部经典讲完了。在这个世间，你怎么搞，通通叫答案三个字，通通不可得。什么干大事业，大事业随着时间消失啊，哪个美女随着时间消失，财色名食睡，这个世界三藏十二部就是这一句话，这个世界无论你想尽办法怎么搞，通通不可得。好，大藏经讲完了啊，这一念之心就是啊，何惜别处追讨，现在这一念万法本质清净，放下的心就是
用真心一念成道，用妄心啊，万劫难了，绵绵密密啊，不间断的关照，不间断的告诉自己，生死可怕，执着悲哀，慢慢学习放下。诸位，慢慢学习，千万不要恨众生，恨别人痛苦的是自己，恨别人痛苦的是自己啊！人生最可怕的贫穷，就是没有智慧啊，不是没有钱啊。无瑞不要紧哦，无地位盖凄惨，没有钱没关系的，没有智慧就会很惨啊！诸位，千差万别就是平等的心性。因为相是心引现出来的，无相才是第一法啊！诸位，大彻大悟的人，法法皆如，如就是毕竟空，随所拈来茶杯毕竟空，因为你知道透视它变化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可得，男人变化到最后不可得，女人变化到最后不可得，体育馆变化到最后不可得，五年、十年、一百年、一千年、一万年，好了，给你一万年了，一万年不够，十万，十万不够的，一百万呢？一亿年够不够？够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啊，了知万法如梦如幻，一世间无所求，无所得，无所住，无所惧，法法不相道，见处即解脱。这句很难体悟，法法不相道，见处即解脱。什么叫做法法不相道？法法不相道，就是说，诸位啊，我把金钱呢，这一堆是新加坡币哦，我把它抱在这里，抱在这里，抱在这里。一般的世间的众生认为抱到了金钱就真的拥有它，诸位，这个金钱他拿到了有没有真正的到呢？没有，钱本身空，世道也空，五蕴还是空，男女恩爱拥抱，拥抱不代表拥有，他的心理控制不住啊，是不是啊？他的心理控制不住啊，啊，那个热恋当中的是哦，在机场上啊，要分开来，哇，那个爱的死气活来了，左右开弓啊，像打魔性棍，嗯，来亲一个，左边在的，手在的，啊，哇，就是这样子，众生哦，割舍难下啊，拥抱，你真的拥有他吗？你能掌握到他的心吗？不可能。你不可能掌握对方的心，所以拥抱不代表拥有，真正拥有的是你自信清净心，你是真的拥有，你悟了就是最高贵的，最高贵的。所以我们一世间无所求，无所住，无所住啊，因为法法不相道，求也没有用，见处即易解脱。所以真正一个明心见性的人，见什么事情都知道不可得，就放下，不离当处，不要离开那个地方。所以诸位啊，逆境越多要观想信念的机会越大，逆境越多要观想信念的机会就越大，信念的机会越大呢，成就就越大，成就就越大。观万法毕竟空啊，细心一言久习成就啊，这个修行它一定要很长的时间，就像我们大一大学一年级听到佛法，听到佛法的时候，佛学名相也会讲啊，不净啊，苦空无常无我，这都会讲啊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念得滚瓜烂熟，念了一年不开悟，念了三年不开悟，念了五年没办法。后来师父啊，看了六祖慧能大师六祖坛经，三十三岁
33岁的那一年，阅读到《六祖坛经》，恍然大悟，哇！万法不能离开现前当下这一念解脱的事，不离当初。佛突破一切时间空间，生命是妄想的产物，一切时间空间都是妄想心所架构而成的，所建立而成的。那么佛无心相，法界即是我，尽虚空法界即是我，其中多了一个小人就是我，多了一个小人。那么既然虚空法界尽是佛，那我见到什么东西放得下，那一天就是佛。你在公司行号运作一切的纷争放得下，你在公司行号就是佛。你当老师，老师一切的纷争不要跟人家卷入人家的是非，老师那个地方你就是佛，见处就解脱。所以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明心见性人展现的道场，所有的时空架构都是明心见性人的道场，没有任何的拘束，因为任何的时空不离佛性，只要你会应用啊。所以千经万论呢，都在破除我们的执着，我们的执着。好了，我们呢，今天呢，三天来花了不少钱，花了不少钱。这慧雄大和尚，我们听说了哈，这里一天的租金，台币100万。租了四天，波币我不会算，我算台币，4天400万。他老人家这样辛苦，诸位法师这样辛苦，请师在座诸位这样热烈的护持，师父这样辛苦的来到新加坡贵国，如果不能造成佛教的兴盛，实在很遗憾。所以师父希望能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最后呢，要介绍这个，要介绍这个，要一定要介绍。为了救度众生，必须要告诉你真实相。一，大彻大悟有自内证功夫的人不必带这个，像六祖生死自在的不需要带这个，多余的。二，念佛念到离心不乱证悟无生，不需要带这个。三，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二六十中如如不动，一切行住坐卧都不会忘记南无阿弥陀佛的，不必带这个。现在我要介绍的就是最后一种了，也没有大彻大悟，念佛还不到一心不乱，很想往生又没有把握的，这个适合。来开始介绍里面的内容了。这里面我从大藏经师父花15年阅读三藏十二部经典，阅读了3次，翻到这个大藏经的密教部，真是好。里面有大随丘座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里面有大随丘座。这个大随丘座经典里面讲，佩戴能灭无量生死重罪，十方诸佛功德通通回向给他。第一个，里面有放大随丘咒；第二个，放楞严咒，十小大悲十小咒。楞严咒能令毁戒破戒的众生戒根清净。楞严咒犯杀盗淫妄，犯过戒的杀盗淫妄的，犹如猛风吹散俱杀。楞严咒。大悲咒99亿恒河诸佛称道
的咒语，九十九亿恒河诸佛成道的咒语，大悲咒，十小咒，无量的功德。再来，金光明沙，这金光明沙，师父加持了几十万遍，加持了几年。经典讲，持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五遍，能灭五逆十二重罪。持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加持土沙108遍，或者是二最少21遍，加持土沙撒亡者的身上，不管死多久都有效，能灭五逆十二重罪，临命中触及尸骨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金光明沙。再来三张咒轮，一大宝广博罗阁善住秘密陀罗尼，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灾难放在门上，佩戴在身上，一切灾难消除。啊，根据经典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我没有那种能耐啊。大宝广博罗阁善住秘密陀罗尼。第二章咒轮，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。第二章咒轮，加持金光明沙的。第三章咒轮，六道金刚咒，触及尸骨，超越六道轮回，即得解脱。念佛还没有办法念到一心不乱的，很想往生的，又没有把握的，就看这个。我会记一些，到慧雄大和尚，还有净土梵音，因为净土梵音这对夫妻师父真的很赞叹，非常的赞叹净土梵音这对夫妻，从头到尾真的很热忱，到台湾拜访师父很恭敬，净土梵音这对夫妻师父真的很赞叹啊！我会记一些给净土梵音，还有嘹亮。流通处我们也很感恩，因为他提供了师父的 VCD 观音灵感歌嘹亮流通处，还有净土梵音的流通处啊，我会记，完全根据大藏经，没有我个人的意思，我没有那么写，诸佛菩萨留下来要了生死的一个法宝，你不能失去。今天呢，时间逼近了，我们再度的感谢慧雄大和尚。我们也非常感谢的佛教会长维严大和尚。谢谢，谢谢大和尚。在座诸位三宝难能可贵，可贵啊！我们为在座的诸位比丘、比丘尼鼓励一下啊！最后感谢15000人的居士大德护法，今天三天的辛苦，再度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请合掌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以前是自行三不取，一不取，再不取，三不取。消灾延寿药师佛，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。
在眼中，要是我那么小在眼中，要是我那么小在眼中，要是小在眼上，雅思参加听经闻法，诸位法师、诸位护法居士大德，愿佛教兴盛，愿世界和平。
愿往生者得生净土，众生健康。愿一切众生得成菩提。愿我们法会顺利圆满。愿下就是要请大家欣赏这支舞蹈《无尽的感恩》，我们掌声欢迎。
嘉宾，天主堂毗卢寺开山建寺70周年庆典主办的慧律大师祈福弘法文艺大会就到此圆满结束。在这里恭祝大家60吉祥，法喜充满，福慧增长。让我们起立来恭送我们的大会贵宾，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威严大和尚，还有我们的大会主讲人慧律法师。请大家一起来和我们一起合唱念阿弥陀佛。
你们义工呀，义工。还没有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请举起你们双手来欢送我们的慧律大师，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谢各位，各位晚安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，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